以后请请罗红镇，叫我罗红镇这样。他人现在也叫冠希，没有，都有了自己的姓，连陈翔啊、王一文，大家离开之后就姓就好了。因为可能团体真的是需要一些怎么讲？亲切，就是好叫去性，好叫好叫。我知道我自己势必会离开，那。我的离开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对粉丝们他们支持这个团体这么久的感情会怎么样看待？但是我又一直抓不到说我应该要怎么样让他们感受到我是真的很在乎这个团体。但是我觉得比较像是毕业，即便感情好，可是也总不能赖着不走。我原本打算要写一篇东西给大家看，但是我后来觉得说也许什么都不讲是最好的。其实我要想讲的都是讲给 special 的粉丝，其他人我是不太介意他们怎么看待我离开这件事情，因为可能他们对于这件事参与的程度没有这么的多，所以我比较想跟支持 special 粉丝的人讲说，其实 special 现在每一个人都发展得很好，所以我离开。到了下一个阶段，那你离开了跟团员们说过的理由吗？我甚至是先跟团员们讲，我才跟毛曼提。他们就说 OK 啊，很镇定。是几个团员？就是我们团员群组都在。那个时候，还会联络吗？当然。还去看文静的音乐会。但是我去不是因为想要消费 special， 真的不是、啊。有你没你不受保，我们都知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